我问你，他当时飞过去看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问过他你怎么来的？我问过呀，他当时说这是自己存的钱。坐飞机来的是吗？对，他说他前面自己存的。嗯，但是我也没多想。好，那女生，我问你，你对他觉不觉得像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，我必须要得到他。你之所以能够一遍又遍的骗成功他，就是你任性，你根本不是有多么爱他。你觉得我喜欢这个男生，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得到他，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，用什么样的手段。但是你以为的这种喜欢，其实不是喜欢，也不是爱。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，爱一个人，会为对方去着想，会想到我做的这些事情他会不会不高兴。所以你仅仅只是满足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所以你也没有多喜欢他。他之所以这样一遍一遍能骗得了你又和好，就是你们分手分得太轻易，和好和好的也太轻易。现在大部分的年轻的情侣分手不知道为什么分手，和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好，反正就是感动的稀里糊涂的时候就和好了，然后我不爽的时候我就分手了。你第一次原谅了他，你就要应该知道那不是原谅他那次错误，那是重建信任。如果你选择了原谅，那么之后有很多事情你就要一直选择原谅，因为你间接表明你接受了他这次欺骗你了。一而再再而三，他知道我只要略施小计他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。所以如果分手就认认真真的分手，和好的时候要想清楚分手的问题能不能解决，解决了之后应该怎么样在一起，然后再选择和好，不能仅仅因为感动就盲目的再在一起，好吗？好，好吧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珊娜老师。